W3263。阿金，我第一次跟女生失控。Hello。She's got us under surveillance. I can almost guarantee she sent that BOW to eliminate us. You can ask her about that. One of us, Joe, once we find her. All right. Let's find her then. 他说那个女的一定知道有关吉尔的情况，还有她的下落，所以我们应该去问她。然后死神克里斯说：“那就好吧，走吧，我们去问那个女的吧。”哎，等一下。刚刚 boss 打完那边是不是有子弹没捡啊？有吗？我不知道哎、欸，算了，回不去，应该也是会不见了。杨子，共享子弹。哎、欸，哎呦，什么？那是人还是黑人？那是人还是僵尸啊？僵尸吧，黑人的眼睛会发光哎、欸。等下直接开枪吗？可以潜行吗？不行啊，又不能蹲，又不能蹲，潜个屁行哦！都被我喷掉啊！那他头爆掉还在那跑来跑去，哎、欸，可以吗？这边可以蹲啊，没有，这边可以蹲啊，就这样而已，哦、就这样。你看我，你看我。强奸木箱，把脸磨破。这边可以用墙做掩护啦，可以啦。电击棒，他有电击棒哎、欸，你不跑远一点吗？可以可以。你不知道这种电击棒对女生伤害是300%，女生忍受不住电击的快感。对，那左轮子弹。啊，左，好妖啊！冲锋枪子弹，了解一下。我觉得这边都不是僵尸了，都是那种改造过的怪物啊。他们还有智力呢，还知道拿枪要在那边跟我们互干这样。还有狙击枪啊！他有戴头盔，我枪爆不了他的头啊！要拿 AK 啊，拿狂扫啊！有啦，我知道啦。哎呀，很痛！哎呦，大只的大只的，几把？用榴弹解决他们！我死了，干！靠北，怎么那么多只？越来越多只了，只要穿防弹背心哎。他们还有戴头盔，好棒哦！打碎僵尸。又拔蜡了。知道知道知道。非洲僵尸太猛。知道啊，干这些根本不是僵尸，好不好？现在完全是在打怪物游戏了。狙击精英时代。等下有东西吗？走。稻草红。等一下啊。我没有绿的可以喝。这边绿的。没有人啊。他在上面啊，怎么打？不要急我，不要急我，打不到啊。没办法踩他，喷掉。不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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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Come on！ 好妖啊！我手枪没子弹啊！你手枪子弹怎么那么多？喂，等一下这边，等一下小心这边好多人啊！靠！哎呦，蜈蚣！我没有带闪光弹之类的，你在那边很危险的。你在那边超危险的，你不退一下吗？
手枪都没子弹了，你要我怎么掩护你啊？上面一堆人欸。AK 啊，AK 不是很多。你不敢打蜈蚣吗？他走到你旁边了。靠逼啊！我带你干！AK 子弹一点威力都没有啊！死光了吧？还有吗？还有，里面还有一只啊！不知道射什么东西。好多只，好多只。瞄准的时候不能走路啊，超不友善的、啊。前面三个人站得好好的，你有看到吗？啊，五个，靠逼，击棒了，小心一点啊、哦！后面还有三个拿那个 AK 的在那边等。我有气要动，直接打了，直接打了，来福。一箱子弹，看你要不要捡，在后面。好，我捡。发了一个。B。我一直都觉得步枪威力不太好、欸，哎，照理来说应该比手枪的单发还要猛啊。电梯时间。要坏掉了。他说不用担心。他说资源已经快要准备好了，补给。Albert， what？ 艾伯特。Shit， Wesker。威斯卡。I thought he was dead。我以为他死了。他说的艾伯是谁啊？谁啊？不知道。而且那个巨乳女好像跟艾伯，他命令艾伯要干嘛？来干掉我们之类的吗？走箱子弹我满了，不对，我是没有格子了。我没有格子，但是我红色药草，你知道怎么喝啊？红色药草要用绿色药草喝 啊，而且也不能吃，你要不然你直接把红色药草丢掉嘛。我可以喝，我可以喝。啊，你可以喝，喝一下，地上那个子弹捡一下。我手枪完全没子弹啊！奇葩音啊！等一下，我听到前面有个哒哒哒哒哒的声音了。天爷，我靠，背好多只哎！吹靠墙，靠墙你怎么打？开枪啊！你开枪啊！我站前面，然后你开枪啊！开啊开！啊、来来，他们听到枪声就来了。到底死了没啊？你来福枪子弹有几发？三十几发。那交给你了，那威力比较大、啊。怎么样？好难杀啊！到底有没有打到？是是是。宝石，这种铁也好会掉宝石哦。哎，等一下哦，但这个通风口一定有东西会钻出来。没有吧？我先走了，你等一下看就知道了。你看吧，是在前面那一个、啊，前面那个出来了，前面那个出来了，下来，妈挺爷，哎、欸，用狙击枪啊，你这个散弹枪那么远，你打屁哦，浪费子弹啊，
我很怀疑你到底有没有打到，子弹都从我的视角是看就是穿过去了。突突好像弱点。知道知道知道。风箱。好，又来了。对，等一下我后退一点，我要后退，我要后退，可以了，可以了，回头，回头，回头。好多只哦，差不多了，这两发。我不想用近战打这个啊，会被抓。阿金把他打到 倒下可以用体技，我知道可以用体技啊，但是这么多只，后面一堆在爬，难道我要为了用体技冲到第一只那边，然后被后面人抓吗？人家舔爷舌头超长的，冲过去会被后面的打到。并不是人家倒下按就想说可以按体积按体积，虽然体积有无敌时间，但是要考虑一下，要是我体积放完之后怎么办啦、啊？瓦斯桶可以打，但是你要炸什么？没有东西啊？没有啊，自己炸的。干嘛？在干嘛？不知道。抱抱王吗？抱抱王吗？喂，好悲啊！后面一堆怪物啦，没有地方可以躲啊！你的 AK 啊，你这还超多敌人的，超烦的。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啊，这个旁边有那个铁板，你有看到吗，小火龙？靠腰啊，敌人会闪光弹。小火龙，你看你右边，看右边有铁板可以躲，有吗？看到没？在闪光弹。看右边啊，小火龙，看我的位置啊！对啦，对啦，有铁板可以躲啦。他一 K 就打不到了啦。这样懂了吧？前进的时候就是要用铁板做掩护来前进。哇靠！敌人的子弹真的是无限的、啊。闪光弹。被闪光灯晕到的时候，你的人会出现。走、啊。死了吧？没办法，直接过去了。稍微前进一点。又来了，又来了，受不了啦！敌人有闪光弹，还有那个拔蜡，两种都有。出去的时机不太对。是哎，这边不能绕过去吗？我补血一下。我去看看，又拔来了，下面还有一只，是是是，把我捡错了，没关系啊，等一下再说、啊，先把那些人干掉、啊。头上还有人在喊，但是我这边看不到。手枪子弹捡一捡。
哦，炸下来了！在哪呢？我刚把一只炸下来了，然后来福枪子弹，找路上去吧。Jump down， 这边可以下去，然后好像是要玩击棒一样了，被挡到会直接被挡到后面烧死的样子。红警叫啊！这里可以爬，这里可以爬，然后这里可以开，对不对？我根本没有脏手，我用 AK 把那个杆子撸下来了，好有趣。后面是不是有人来？没有，在我头上。这边有手枪子弹。这边手枪子弹，然后北七你要炸死哦！我这边如果打油桶就死了，对不对？对啊，你干嘛？等一下，没人打，你干嘛自己打啦？你可以笑哦。不是我打，是有人掉靶啊，把那油桶炸掉。那走啊走啊走啊，不要打不要打，这边应该可以冲过去吧？啊，上面那个在丢啦！哦，他死了他死了。前方还有一只，靠！前面有拿盾牌的，旁边有洞，打死他，打不到，打脚，体技，是，哎死了，好快啊！哎，体技一下，体技一下，哈哈。全身盔甲啦！我子弹 AK 打到身上，全部在那边铿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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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铿。上面一堆，赶快过来消龙，这边可以跳，先跳进去，先跳进来再说。我先把这个搬掉，然后你就可以站在上面打了。别死啊！别死！别死！别死！他们在说什么？滚滚滚滚的！把这波就波就干了！看谁挥得快！啊，死了死了死了！欸、新的武器，哪里啊？哦，步枪、啊，步枪。操，什么都还没看到，什么步枪啊？叫什么名字、啊、？SIG556步枪。听不懂，白问的。这边有手枪子弹，都你捡了，这边我都不能捡啊。欸、小火龙，你补血用光了，对不对啊？我的补血也只剩一个了呢。我没补血啊。吃太凶了。干嘛？乱搬！刚才上面有人呢、欸。他说这个是没有电源的，我们必须先把电源开启之后再来搬这个摇杆。这些也会动？哪里啊？你看一下。哪里、啊？哟，这是实体吗？欸、这可以下去啊。这些都是要被送去烧了吧？失败品，可能哦。打他看看，这没死，这要死掉。虐尸嘛，这虐尸嘛。看这家伙 ，JJ 超大的、啊。打JJ，有点爽啊。还在抖动。不要打了啦，打不死啊，干嘛打他、啊？笑哎、欸。动。啊，爽到在那边抖抖抖了。这边应该是有个电梯可以按下来。有。
要不要狙击枪打看看？狙击枪打看看。好啊。快点啊！你在干嘛、啊？我狙击枪呢？有用吗？没有用啊。没有。那你都动会动。没有，他本来就会动的。他本来就会动，你走过去，走到下面看看。好啊。如果有怪物出来，我就帮你打。哎、欸，没有啊。冲锋枪子弹。哎、欸，没事、欸。你那边有没有东西啊？可以按的之类的。啊。没有。有路吗？只有冲锋枪子弹。有啊，有路啊。等我过去。我觉得按了开关之后，这些弹才会爆开来。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飞弹。导弹。What could they be planning？这是我们看第一次看到威斯卡的时候那个货场镜头，就是等于是他们的兵工厂之类的东西。按一下，可以了。大家爆开了。等一下、啊，后面有东西。我听到爆开声音了。不要不要不要，先不要回去，这边有东西可以捡。箱子。但都没有我的子弹了、啊。都手枪哎、欸，好像有两组哎、欸。等一下我把子弹换一换，丢一组手枪子弹给我了。好啊。他们都不能放地上让我们自己捡，对不对？变成说我一定要舍弃一个东西，然后再跟你拿东西。给我吧，超不方便的啦，走啊！没有，我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嗯，异形，蛋里面东西跑出来。你有看过异形吗？它那个蛋就这个样子，你小心一点，它。里面怪物已经出来了嘛？走过去啊！我掩护你，我掩护你。有声音吗？打了没有用。出来了！我靠！我打字了，小火龙你后面，妈干！他会喷什么气体还是啥？小好恶心！蟑螂哦，这太恶心了啦！小枪，跑跑跑跑跑！我死了！靠腰，这是必杀角色啦！哎呀，鸡麦嘞！哟，哎，回真眼，他开始跑的时候会有背上有点点，你有看到吗？那这绕过去了，这走了啦！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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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出了第二只怎么办？如果抽第二只，第二只，哎、欸，没有。哎呀，我听到好多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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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好恶心哦！拉摇杆，对，要拉摇杆。先下去了。靠背，我要被挤下去了。这边可以过，这边可以过。他应该不会过来吧？他一直追着我们啊！靠背地上死人会起来了、啊，小火龙救命啊！完了，我要死了！你怎么会起来啊？鸡掰啊！地上死人会起来抓人啊！没有时间捡东西了。对对对，快走边！跑不动。上去上去上去，东西不捡吗？没时间捡，没有时间捡。哔哔哔，走开一点呀！哦，好鸡掰了。这边虽然只有一只蟑螂，怎么那么机车啊？ Okay. 那只蟑螂的弱点在于它趴下来的时候背上有那个白白的点点，要打那些点点。但是它趴下来的时候移动很快，被它抓到就挂了。
下去啊！下去啊！你是断线的那个、啊？刚刚屏幕黑掉一下。真的假的？你是要断线了是不是啊？没有没有，为什么这次没断线？哎、欸，火焰榴弹呢？你的？我不能捡啊！火焰榴弹。哎、欸。我没有格子捡啊。子弹给你。啊。补充一下。五发。要走，我、已经有，好走吧。有人说蟑螂站起来也会出现白白的，好像是肚子那边吧，反正就是那只蟑螂看到白白的地方打就对了。我再也不想遇到那种怪物了，太恐怖了。我对蟑螂完全没有免疫力。紧张又刺激，靠北又是触手哦。章鱼。不要吧，这么小的地方。谢吧。这是黑暗灵魂里面的不死人吗？看起来有点像。他就是未来的小丑王。他说：“真高兴你们来到这边了。”上面你们两个。Excella, where's Jill? Jill. 艾瑟拉什么小的？吉尔在哪里？你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终于追到这边来了，所以享受这一刻吧。怪物起来了，有，这是成功的合成人了，有，这是怎么打？他说：“乌鲁波洛斯是新的 BOW。”Good guess, but no. Polyquest resembled the BOW based on the progenitor virus. I have no intention of setting it to terrorists. Then what are you using it for? 他说：“新的 BOS 就是这种怪物是使用他们的病毒创作出来的。Evolution.他们想要进行一种进化。他们好像是利用威斯卡身上的病毒，然后再跟这些寄生虫合成，跟人合成，变成一种新的怪物。反正就是合成体的新怪物就对了。要挂了吗？干嘛？他说：“看来他好像撑不住。这些合成怪物有些失败啊，而且很不稳定，就爆炸了，又来了。”这次有打过对不对？那个旁边有火焰瓶可以爆。That's the same type of bioweapon that wiped out Alpha Team. 你不跑吗？你不跑吗？你不要被打到啊！等一下，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可以开，你先引他一下，我去看一下那是什么东西。好，先绕个圈圈一下。旁边有一些子弹可以捡。他说这个火焰喷射器必须充满瓦斯，好像就是空的样子啊。有没有什么燃料瓶之类的？有看到吗？人家跑的时候，稍微跟你讲一下哪边有不一样的东西。哦，推倒推倒对。干，推快一点啊！跑跑跑跑跑！ Yes， 对，他拉枪拉枪。哎，好，好，哦，可以啊 ，RPG 啊。哇！哇！哈哈！干！对。浪费那么久时间，到底在浪费什么啦？干！妈，十秒完成！干你老师！你快帮我干！这怎么？这三小啊！这都是三小
RPG 解决所有问题，真的是妈的打到会一直扯脏话嘞，这什么鬼啦？这种东西，就等于是花一万块直接过一关就对了。对，一万块过一关。Something about a philosopher's stone and selecting DNA.Doesn't matter what she says, she's just a terrorist. End of story. We can't risk Ouroboros getting out of here and infecting people. Then let's go take care of business. 他说不管那个女的说了什么话，不管她是说什么堂皇冠冕的什么理由，她终究还是一个恐怖分子。那不管如何，我们就是要阻止她的暴行，阻止她做这些恐怖的实验，制造怪物。然后希娃就说，那就让我们去搞定她吧。路人，这边。